我頭先見到你好興奮啊！我就做下訪問，一見到你啊，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好難得翻到嚟香港，因為好耐冇翻過嚟。唔係，我成日翻嘅，所以如果我一放假，我就會翻嚟嘅。不過揾我做嘢嘅人就冇咯，四年幾冇喺香港做嘢。咁今次係第一次，同埋係時裝咧，所以就好興奮同埋好緊張。係啊，今次難得翻到嚟香港行 show 嘅感覺如何啊？行 show 就成日喺大陸行嘅。但是就今次是第一次，所以就很緊張，而且我一出去就已經看到熟人了，所以隻腳就開始震了。是的，想不想練習啊？這樣做今天是其實有 hurt 了很多次的，我們全部人因為很難走，今天是個地氈和鞋很高，而且最麻煩就是要很慢，所以每一步都是只有一隻腳去做，所以就比較辛苦一點。今天你自己咪都好中意啊！呢個 look 啊，係啊係啊，因為Robert 嘅 design 我好中意嘅，係啊，咁佢亦都會成日幫我自己設計一啲衫啊，俾我喺啲 function 嗰度做，係啊。指甲有冇唔慣啊？指甲冇嘅，我哋拍文初妝啊、糖嗰啲都係咁樣，係咯 ，OK 嘅。不過一陣間可以搣嘅，假嘅，唔係真嘅。既然咁難得翻到嚟香港啊，會唔會今次留耐少少啊？都我八號其實仲有一樣嘢嘅，係啦，我八號就有一樣嘢嘅。咁我九號因為佛山我自己個廣告，即係有一啲活動。咁我八號晚我就會喺香港開車翻佛山，就做咗嘢之後就去飛北京。係，但會唔會都密啲翻嚟香港啊？我成日翻㗎，係咯，多啲出嚟見下大家。不過就係時間，所以有陣時真係好掛住香港，咁我就會即係有三日啊、四日咧，我就會翻嚟兩日，咁又翻一翻屋企啊，咁樣，係咯。但係咪都主力喺內地拍電影啊，各方面都多啲啊，而家。其實都好密咯，係咯，都好密。幾時可以喺香港再拍？幾時香港有人揾我先啦？我係被動嘅演員嚟嘅。但你排到個 schedule 太過高啊，啲人唔敢揾你。又未試過揾我，咁點知道我係咪真係可以高呢？係咪？或者好劇本我就唔高嘅喎，其實係啊，我尤其是啲新導演，即係佢好劇本，大家喺行內都知道嘅，我係好 OK 嘅，係啊，最緊要係新導演即係有誠意咯。因為我見到阿紅姐你咧，即係你一套電影接一套電影咁樣，都冇乜休息過咁樣喎，好似係咪啊？我開工就係休息，我如果我真係休息咧，我會好唔自在嘅，我好容易係啊，好容易會呢樣唔舒服，嗰樣唔舒服。但係我開工，因為我好中意表演，係啦，咁呢個我覺得係精神嘅寄托咯。但會唔會有時都可以放一個少少嘅假期咁樣？咁有嘅，有嘅，即係一有時有兩三日啦。有時有個幾禮拜啦，咁樣咯，係啊，所以我唔會係氣搭氣嘅，唔得嘅嚇。咁你今次翻嚟有冇時間去探下嘉樂嗰個 B B 啊？冇啊，佢淨係 send 咗佢個 B B 個相俾我咯，係咯嚇。我有同佢講嘅，所以我會翻香港嘅，不過夾唔到時間。係，見到張相係咪好得意啊？個得意啊，梗係得意啦，係咯，逢親 B B 都係得意嘅啦，係啦。係咪都封咗大利是俾佢啊？咁我唔知道人哋封幾大啦，我即係盡我所能啦，即係啦嚇 ，OK 嘅，我覺得係個心意咯，係。